19号，黄河壶口段水量大增，流凌随着黄河水的推动奔流而下，在壶口瀑布下游的十里农槽开始堆积，形成流凌封河现象，封河长度达到10公里。而随着流凌快速堆积，水面高度上升，壶口瀑布的落差仅剩2米左右，瀑布下游还形成了冰岸齐平的景观。